走走走，你又在这儿啊？我那个下课早，在这等你。等我干嘛？你电瓶车不是停那儿吗？你钥匙给我，帮你开回去。不用，周末我自己回开回去。哎哎，车在那儿。用不着。 我觉得适当还是可以提一点速啊！哎，你闭嘴吧，别说话。我要是别说话也行，你要是不着急的话，我认为我闭嘴没问题啊。但就是说啊，你要是不着急的话，一直保持这个速度，明天晚上的这个时候，我们一定能到家。 红灯，红灯，红灯！哎呀，你别跟着我行不行？你跟着我都紧张。绿灯。 没事吧？啊，我看看，手刹，拉手刹，那，来，开门，别紧张啊，来，慢慢的，来，哎呦，来，人没事吧？啊，哦，还好，人没事啊，慢点，不着急，慢点，啊，什么？啊？ 哎呦，太吓人了！就正常，会个车有那么吓人吗？都怪你，别让我开，我都多少年没开过车了，太吓人了！不开了啊！吓死我了！上车，我开。 一位失恋的兄弟点了一首歌，送给他曾经的爱人，祝福自己，也祝福他爱过的人。长路漫漫，即使错过，也都可以原谅对方。一首《看着我眼睛说》送给大家。